连城的百姓可还有活路吗？老子生来就是跟人捣蛋的，这儿归我管。Hello， 各位腾讯大眼网哈妹真有料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海乔。因为首先我觉得他这个是儿子跟妈妈之间的那个一个互动的一个综艺，所以我觉得还挺特别的。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也是给自己较个劲吧，因为他们这个真的是要在我家里装了20几个机器在拍摄，然后其实第一天就是已经很崩溃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但是想逼自己一下吧，觉得挺有意思的，可以有另外一个视角跟大家分享一下真实的我和真实的生活。你说的我真的是心脏发颤。其实我妈一会儿要赶往长沙的飞机，然后今天他们那边也会拍她，所以我每一次她走的时候就是有点送孩子去高考的感觉的那个心情。完全没有，我是说你就做自己就好，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和我的性格差不多，就是你越给他说太多反而会加重他的紧张。所以这是夸奖吗？所以这是夸奖吗？就是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跟大家的画风也是不同的，我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宅的那种，我还都挺有自己的一些事情做。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特别优秀，然后别人都很羡慕。是真的啊？是这意思啊？我刚刚才知道这个点啊。我以为没有啦，别人家的孩子自然有别人家孩子的毛病。那你小时候会很皮吗？阶段性吧。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住平房的时候就特别皮，然后就经常爬墙上房，或者是去找一些那个就是还没有竣工的那个盖的楼，我们去钻那个地下道什么的。我想回到小学吧。放开玩吧，就是那个做自己开开心心的就好。会就是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那个比如说节目组需要让我爸年轻的照片，然后我就说他们俩在山东嘛，我说你找一下到时候发我，他就找不到了。然后据我妈所说，我爸就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找底板重新打印，打完印以后自己有手机拍了，然后第一时间发给我，就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我妈我爸我有相亲相爱一家人。就是鸡汤类，是一大块，然后就是养生类，然后就是有意思的一些小视频啊，趣味的那种。红歌特别喜欢他们在群里发红歌。然后有的时候我妈会跟我说一个事儿，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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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生的一个事儿，她说你在做吗？我说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她说我之前发到个群里啊，原来你都不看啊。我说哦，看了。有，就干很多事儿。然后就是我打拳都约到就是晚上11点半上课，就是想让自己就是累到就是筋疲力尽，然后会，但现在想刻意的让自己就睡不着的时候少看手机看看书。具备的条件就是开朗一点嘛，就是比较乐观一点。幼稚。最大的代沟就是因为我们俩太没代沟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我之前说过，就是我们俩车有时候停一块儿，他就下来敲我车门，然后我一下就没人，然后就知道是他，然后我就跟我助手说，去咱们仨去敲三轮，然后敲了一会儿，然后马上就躲回车里，就这些游戏我们就玩了整个一部戏。去多学一些技能啊。对啊，我真的是我给自己报了好多班，就是这段时间工作不是很忙，然后就是感觉就跟那种父母送孩子上学那种，然后这一个班加一个班，兴趣班自己报了很多。你应该有条件经常看你什么高富啊什么
就是每一个都会，但都不太精。嗯。你想把哪一项学的更精？英文吧。嗯，想坚持下去，持续下去。街舞吧，也挺喜欢的。然后高尔夫，哦，还有那个打拳，也想持续下去。嗯。最担心的就是蚊子会很多呀，嗯，特别怕被咬。你是那种很容易招蚊子的？阶段性，有的时候就是。我这个真的不在演绎啊！我手机从十七楼上掉下去过，我的反应就这样，那时候就啪，就这样。哎，还挺好玩的啊，手机还在亮。如果没有说话，我可能就会继续发那个刚才没有发完的微信吧。哦，就这样吧。我前两天丢了一个手机，然后我就把那个手机，就是你外地操作，他要把里面东西都是清空，就都没了，啊，也找不回来了。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不会。其实有很多是很珍贵，再也没有了的。我也不备份，就你不是一个会经常回忆一下过去的，会回忆都在脑子里呢。恐怖片，可乐还是冰？可乐。男宝宝还是女宝宝？男宝宝。高尔夫。高尔夫。长发还是短发？长发。老坛酸菜呀，还是红烧牛肉面？老坛酸菜吧。英国花道还是柳川口？英国花道。特别难，生活中吧，应该是安静在说，嗯，萝莉还是绿萝莉，看脸还是看脸？看脸。11:00-7:00还是2:00-10:00？2:00-10:00。做饭还是刷碗？做饭。5:00-10:00。现代性。花千骨还是夏天？啊，夏莹，因为毕竟花千骨选择的也不是我嘛。帅的，因为我的嘴巴笑起来会有点歪，就画了个歪嘴。我刚才讲的是红色的衣服，然后珍珠项链，然后这个右手是黄金手镯，左手是白金手镯，左手上还有戒指。有好美，撞到我手里了吧？好吧，我输了。